的进步椅的旁边这边来也可以。好，各位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，这时候大家有看到了，我们三位贵宾同时都站在我们的舞台前方。好，不然这样子好了，待会我们会稍微留一点时间让三位的画面拍下来。好，我们给大家稍微拍一点点时间之后，我们要先把我们的这一台机